那不是电视剧，那是真人真事，是我们老百姓自己演自己的故事。冉丹儿是一个从边远山区走出来的佼佼者，是一所名牌大学的研究生。正因为来自农村，所以他的自尊心特别强，上进心也特别强。在学校，研究生院是出了名的能吃苦、肯钻研的高材生。向静烟呢，虽说是一个城市姑娘，但她的性格和事业心与冉丹差不多，加上两个人都是同一所大学的研究生，同一个导师，同在一间工作室研究课题，久而久之，两个人不但有讨论不完的话题，而且平时在生活上，两个人也是成双成对，形影不离。啷个又错了嘛？我记账，精力集中。我精力无法集中。为啥子呀？你能不能停一下？我有话跟你说。你说嘛。你停一下嘛，不然我不说。你也是，我们一天那么多课题要做，你想说啥子嘛？你一天到晚只想着课题，我们的事情你一点都不关心吗？我们的事，啷个说？高老板那几天晚上天天给我打电话。高老板？哪个高老板啊？做房地产的，就是我们给他做可行性报告那个。他啷个嘛？他好像找我迷到去了。是不是？他想请我吃饭，但是让我拒绝了。你猜他啷个说？他啷个说嘛？他说："向金燕小姐，你是不是已经有男朋友了那你又啷个说呀？"我只有说有噻，结果他又问我是哪个，你猜我啷个说？猜不到哎。我说："无可奉告，暂时保密。"你猜他又啷个说？猜不到啊，高老板说："向小姐，其实你不用保密。我早就发现你和冉丹儿的关系不一般，你就是我男朋友。"他哪个恁个说呀？岂止是他，都连学校头很多人都恁个说，杨老师也是恁个想的。真的呀？是噻，那让我啷个解释嘛？你又想啷个解释嘛？研究生院，你找哪位哦？冉老能不能？我男人。你打错了，我们那里没得叫冉老路的人。等等等，莫挂莫挂，我来哈。喂，喂，你呀？哎呀，你哪个来呢？哎，你看你来也不先打个招呼。好好好，行了行了哈，我马上就接你哈，等到去哈。我有点事，先出去哈。啷个来的？我来看你噻。刚刚接电话的是哪个嘛？他会啷个说认不到你？哎呀，你也是，你喊我的小名儿，别个啷个晓得我叫冉老路嘛？你来也不和我打声招呼，你的生意呢？要搞年了的嘛，生意我都还没哪哈收到的，我来陪你噻。我在这儿好好的。哪儿用到你来陪嘛？说过，你看嘛，你人都瘦了，肯定是在哈儿吃撇了的个。在这读书恁个辛苦，我在屋头做牺牲也陪不到你。一会儿过来嘛，陪你几天，给侬点补品。哎哎，不不不不，我现在学校做得好好的，你来了住哪点儿嘛？我现在住的是研究生宿舍，你不可能住学校头噻。哎
哪个说的非要住学校嘛？我跟你说，今天我们生意好得很，我找亲戚在外头房子点去啊。你说家里那些啥子都有，比你在学校值钱你得多。你那点儿卖菜种子、猪饲料的钱，我看得省到嘛，不用浪费了。我不是为了你呀。任丹，那是哪位哦？对于向金燕来说，杜鹃的到来使她感到意外，也感到无奈。意外的是，杜鹃虽然土气，虽然言行举止粗俗，但她的形象不丑，而且给人感觉相当的聪明。无奈的是，两个人虽说同窗那么多年，虽说向金燕已有所闻，然而同学早已在家乡安了家，有了老婆。但当着他向金燕的面，难道从来都很少提及自己老婆的事？即便是向金燕出于某种目的故意对难道同学提起，难道也是支支吾吾回避。想不到今天难道同学的老婆杜鹃跑起来了，而且向金燕也看到了。那对早已在暗恋着难道同学的向金燕来说，心头啷个都不是滋味。该吃饭了哟。吃饭？走噻。哦，你先去吃嘛。那你想吃啥子嘛？我给打回来。不用了，我回屋头去吃。啷个嘛？现在有好吃的了，就不管我了，说。哪点嘛，走嘛，到我屋头去吃。算了，那根本就不称心，请我吃饭不跟我打招呼。再见，我去吃我的工作餐。哦，我给打个招呼哈，今天晚上高老板请我们吃饭，要安排好时间哟。书呆子，他像些么子嘛？来，看那个，专门给你弄的。男人家冬天吃好好哟，壮阳的。哎，你哪个同学？叫啥子名字啊？姓向。看他嘴巴哟，涂得红彻彻的。城里头的女人，哪个不浪漫？还是我大学嘛？他要大学。那我该喊他大姐哟。你在那边要住好久嘛？说起过年噻，过年的事儿，我们两个一起回去。我过年不能回去哦。为啷个？要忙啊，忙得很。我有几个课题要研究，还要准备一篇论文。论文都是写议论文干嘛？初中的时候我们老师都讲了，完全是两回事。跟你说了，你也不懂。亮哥，你看你先回去，回去过了年，过了年我有空再去看你，行不行？不得行，哪个行的嘛？过年过节的都不回去。我跟你说，我们乡巴头那些，早都把腊肉那些求起了。不吃了。我还有事。吃了饭，一会儿才走噻。哎呀，你还说些啥子哦？哪点还有时间给你睡午觉嘛？哎呀，不得行！他们的那个时候都是没休息好。我们乡巴头那些，哪个吃了饭不睡会儿嘛？个个身体都比较好。哎呀，你一天就那些乡头的事情来说，给你说了，那是大城市哎，城头的事情。你一点儿都不懂。那你晚上早点回来，晚上早点回来吃饭。哎呀，我不回来。我为啷个？我有事哎，还忙得很。老老儿，老老儿，你忙的话，把饭给送起来。任老师，我高某若今天自罚一杯，算是啊，给你赔罪。
赔罪？你给我赔罪？这话从何说起呀？我是耿直人，实话说，向景莲小姐才貌过人，向来是我心中的铁哥。我高某人虽然是个癞蛤蟆，但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后来遭天鹅拒绝了，才知道向小姐早已名花有主，她心里想的人呢，原来就是你。那个不是的事实。现在不是事实，将来啊，不可能马上就会成为现实的。你们两个才子配佳人，天生是一对。高老板不要乱开玩笑，那个冉老师是有家有妻的人。啊，有家？冉老师有妻子？开玩笑吧。向景莲同学说的没得错，我确实有老婆。真的啊？然而心都明白，自己的老婆杜鹃是一个勤劳贤惠的好女人，为了能让她安心读大学，杜鹃不但一直不要小孩，还一个人在家乡开商店，常年起早摸黑地做生意，挣钱供养她读书。然而随着自己文化品味的不断提高，然而早已感觉自己与杜鹃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，她与杜鹃的关系如果再维持下去，只能是杜鹃对她永远付出，而她只能永远抱着一种及时的心态与杜鹃维持一种没有共同语言、没有精神交流的夫妻关系。加上她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向景莲在爱她，意识到向景莲才与她志同道合，才是自己真正的知音，那都让她陷入了深深的烦恼。老板，我发现城头的声音比农村还好做些个。哦，我跟你说，我要是在你们学校门口去摆个摊摊的话，卖点啥子烧红烧啊、烤洋芋呀、凉面、酸辣粉、臭豆腐，包到赚钱惨了。学校门口不能摆摊啊，在那点摆摊要遭的啊。你去找关系噻，别个说的，现在的不管搞么子，你都要有关系，有关系都没得关系，没得关系，那都有关系了。你在哪点去学的那些哦？你有没得关系嘛？啊，你去找关系，我去摆摊，专门赚你们那些学生的钱，肯定没在农村好赚多了。我没得关系，你也不能在学校去摆摊儿。会啷个呀？我是研究生，你在学校摆摊儿，你还给不给我面子吧？完了！你啷个了？我简直无法工作了。为啥子？有一句话，我不说出来，我心头不舒服。有啥子你都说嘛。我问你，现在的时间你觉得过得快还是过得慢？你觉得？慢，太慢了。你呀？我和你一样。我觉得每天中午和晚上的时间过得最慢，简直度日如年。为啥子？因为中午和晚上你都要回去，你不能陪我。你总不能留下来不回去。今天早上我都给他说了，以后中午都不回去吃饭了。真的？老板，哦，那好多人都头问的来哟。你跑过来做啥子？你不是说你中午不回来开饭吗？我就端那点来，你带着开噻。我看到你们是两个，我就
没了两个你饭菜。哎呀，你这是又是何必嘛？哎，既然嫂子都来了，那就一起吃了噻。都是在老二，快来。来，坐。来，老大你看嘛，这些烧白、青菜，还有豆饼。来，杭州姐，坐噻，坐着洗洗看，看到。来。喊你莫喊那个向大姐，都喊小向。他叫大些了嘛？哎，无所谓，向大姐也可以。哎，不，城头啊有城头的规矩，都喊小向。要得，要得，小向，能喊起要年轻点，嘎。嗯，那为啥子咱单人叫咱老六啊？他们屋头有六个兄弟啊？哎，不是恁个回事，哈。我跟你说嘛，是恁个的。他们那一个娃儿，有九户人，八户都姓冉，又都是亲戚。我们冉丹呢排在第六，下面还有老七、老八、老九。不能按分的话，你就不要再说了嘛。哪个晓得哪个是哪个嘛？我跟你说，我们冉丹是我们那个村儿长得最高、最帅的。那我下会儿还到你们那去耍会儿哦。哎呀，我们那点儿没得啥耍事的。哪个说的？我们那点好耍，我跟你说嘛，我们那点沙田油最出名了，人家打个个的名片，还是城头的，开起车都到我们那来买。那我就去吃哈儿哦。嗯。哎，去慢点，去哪？去哪？去哪？哎，你在旁边休息哈儿嘛，这点干干净净的，你在这查啥子嘛？哎呀，干净个屁！对的，看嘛，是很多灰灰。哎呀，你嘴巴上的口红都咋子进去了？哦，嘿，你也是，啥子事你都大惊小怪的。我这是一直没搞懂哈，你们那个严重经济，进去摸子哦。你不懂，哎，都莫问了。我都是要问村头噻，研究些么子嘛，还研究起大气严。我们是学的经济管理，研究的是经济。哎，经济我又懂哦，我都是个做生意的人。经济嘛，都是钱个嘛。嗨，你一天呐，都只晓得钱。是噻，经济是钱噻。我们那乡巴头的，讲发展经济，那都是讲找钱的。钱有啥子好研究的嘛？钱嘛，要通过个人的脑壳去想，要想办法去赚。找得来噻！跟你两个啊，永远都说不清楚哈。嫂子说的也对，经济的本质就是讲钱。哎呀，那个电脑好薄哟。哦，那个是笔记本电脑。我见过的，见过的，我在电视上面都看到过的。我倒是在想，啥子笔记本哦，还可以发亮？哎，你莫乱耍哦！不得！哪个？哪个不亮了？哦，你把这个开关碰到起来了嘛？哎呀，我刚刚洗了出来，还没保存了嘛？哎，真的啊？是不是啊？老板？哎呀，真！哎呀！那个是我们弄了半个月才弄出来的啊。啊，对不起。你过来回去。在这儿也是添乱。妻子杜鹃儿进城以后，冉丹儿虽说在生活上得到了妻子无微不至的关心和呵护，但由于和杜鹃儿越来越缺乏共同语言，冉丹儿反而觉得自己过得很累，他反而不想回那个杜鹃儿为了他而搭建起来的那个家。每天只有在学校，在和向金燕在一起学习、一起研讨课题的时候，他才觉得时间过得很快，才感觉到他和向金燕有一种互相依赖、难分难舍的感情。向金燕呢，也分明看出了冉丹同学的心思，但他的心头其实比冉丹同学更难过，他也感到无能为力。爱自己的人虽然多的是，
但自己偏偏爱上了自己的同学，爱上了一个有家有人爱的人。我回来了。咋了回的俺呢？听音乐会去了。啷个音乐会哟？维也纳乐团。维也纳，维也纳也是唱歌的呀？我还没听说过的，我只晓得那个麦当劳是唱歌的。你想说的是麦当劳？这个麦当劳是吃饭的地方。那你今天是跟杭大姐两个去啊？喊你莫喊别个杭大姐，都喊小象。你啷不带我去看呢？音乐会也不是个看，是个听。你听不听懂嘛？你啷晓得我听不懂啊？我去了我都听得懂噻。你看，那啥子？我也去买了一根口红。